其实呢，这就跟前面阿妹所比是一样的啊、哦。
由于呢，它这个物质是最脆，这一个部分的物质是最脆弱的。当受到向下的拉力以后呢，就从它最脆弱的这个部位给断开了。走得近的朋友，您可以仔细的看见哦，中间还有水分呢。有水分就说明它还会生长。但是呢，我们的钟乳石生长的速度非常缓慢，100年才长1厘米的。对，还要1000年啊，所以呢，1000年以后，这两块柱子又会合二为一，所以叫做千年等一回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1000年以后回来见证它的奇迹。哎呦，有点恐惧。冷水。